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星期日庆祝基督教很重要的节日复活节，纪念基督徒所相信的耶稣在死于十字架的三日之后复活。包括新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在内的很多基督徒，即使平时极少在星期日去教堂，亦特别注重在复活节这一日去教堂。复活节有很多习俗，包括参加日出教堂仪式以及装饰彩蛋。在复活节这一日，教宗本笃十六世主持了一次罗马天主教弥撒，星期六晚间成千上万基督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圣母教堂附近。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在那里被钉上十字架和埋葬的。